酒让我想到童年的记忆。以前我们那个三山国王爷庙啊，会有卖药的，他第一个先拿出一包长寿烟，他说这包烟你们猜多少钱，猜中的话这包烟给你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那一包长寿烟，黄长寿是22元，就有一个人举手说22，那个老板就讲说不对，然后开始有人猜16、18都不对，最后有一个人举手说不用钱，他说答对了，然后就把那包烟丢给他。事情还没完，第二个，因为好多的小朋友围在那里，他拿了一个那个科学面，科学面说这包科学面一包多少钱，好让小朋友答，然后就有人举手说3.5块，好，那时候是3.5块，他说不对啊，不是，他是说不用钱，他说不用钱，他说不对，然后呢再找人，他说3.5块对了，然后就把那个面丢给他。我后来这件事我参了很久，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情，卖药的场合就是他说了算，他就是要让你们知道说我说了算这样子。哎，哦，我看他丢啤酒的哈，哦，突然想到这个往事。然后我还想到呢，刚刚在旁边在那边做暖身运动的时候，我还想说我们童年，比如说都是去河边啊，去到哪里啊，干嘛干嘛，不知道这边的童年是怎样，都在海边不知道干嘛，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很多螃蟹可以抓还是怎样，每天都在钓鱼还是怎样，因为我刚刚在想象这件事情。所以第一首歌叫让我跟，哦，这是哇写童年想要跟哥哥姐姐出去玩的一首歌，让我跟。
拜，恩爱天天出地工。Thank you.